各位同学大家好，我是白。今麦是透早四点，我今麦南伫南西，我三点就起床啊，一路拼来个只四点出现伫这所在，因为我等下要去山顶的水库拍鱼好。有各位，我今麦伫专家玩想睡睡，安怎讲想睡？因为伊名作水，伊叫做 Nancy， 南西啦，南西门区。这是一个钓鱼后的人共同的回忆啊！早期阿无啥物花钓，你去钓鱼后，你就是暗泡，转台湾鱼后暗泡最高殿堂，就是阮台北去迄个水库啊。这个设备都伫迄个山卡，你也买去山顶，通常啊，三五好友拢会坐伫遮小等啊，看一寡补给品水啊。你也啥？所以阮现在食物件拢常常拄着做一钓友，一组一组人来，敲门拍开，大家落来拢是看知是要钓鱼啊，还蛮有趣的。我朋友已经先去山顶等我，我真靠伊。不是罗东啊，是罗西。好笑吗？你在哪里？在搞啊！我今日 seven， 啊，你跟我买啥？买啊，伊来啊，来看，时间会付的啊。会付哦，几点天光？四点四啊，哦，四点遐。哦，安尼会付，啊，你买几多档哇？我爸在面顶罗顶，我要给你好停车啦。哦，你生意帮我占位啊你？哦，那个贴心啊，好啦，我来咪搞啊。朋友收听的家呢，今麦公司找位商店帮我找车位啦哈。今麦平常是不好说，占位应该嘛不怎说啦。无啥物心情病，这个时阵找伊钓鱼啊。我看跟两只只去地方会合，希望会当钓到鱼啊！要不这一抓爬山的成分差不多占70%，钓鱼的部分差不多占30%。我在爬山啊，足忝的。但是我是刚刚各种主题值得一拍啊！家己被钓鱼后的时候暗泡，就真正是一种回忆，记录一下，相信也是很多人的回忆。一些他老板的，我这边迅速搞过来扎等盖管，这边准备上山，再看一下这件设备啊哈。哪里讲？有梦最美，希望香水，追梦者的 seven， 这根 seven 是希望的起源，也是破灭的开始。各位，我现在开始爬山了，现在是下切，不剩爬山，剩落山，还有一段很遥远的距离啊！哇，现在就爬到遐也那么陡。各位，你看，我的目标就在那。你们在影片中可能感受不到，这个超陡的，很陡峭，而且是烂泥，非常的滑，咕溜溜，还是扔进了兽径，人走出来的兽径，反正人也是兽嘛。林老师哎，我看过家哎，对吧？我先买光辉威啊。哦，各位，终于到了，在这款还希望无穷哎，淡水暗泡的最高殿堂，从这边开始。装备我往前在讲，我今麦光天没点点，抹光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。爸爸，跳跳好了，我跟你说，钓鱼最兴奋的就是这个时候，因为你不在家不，等你那给了料，会放奖金，没欢迎，你就开始认真的思考人生了。一出铁腿不走路，在家枪开戏，到底谁冲啊？到底是谁先？来，准备抛出第一杆，对面的超堆，你的盖头掉，自然落水。不行不行，因为我卡都管了吼，这只鱼用心找不出来，马上换。我话这有多欣赏多嘛吼，来来来来来，连同麦照，我可以。劈成啊，那个捆啊，加等啊。哦，有东西跟上来，有声音跟上来，有没有看到？有东西跟上来，要不要抱下去？要不要抱下去？不要哎、欸。对到一半都要救伊，可以哦，哦来啊，来啊来啊，啊那么高嘞，哎呦，哦中了，哦落水咬，这进来吧，啊，测试杆子的时候到了，啊，呼呼。终于了，落水咬一批，各位，这只50多了。哦妈的，这根本就是一个的结构，你知吧？硬喷，我只要把钩子咬开，一个的结构啊。哇哦，他到底要改？再来，哎呀，熊火靠呀！我、哦、来了，哎，无钓，小扎好啦啊，青公狗啊，可以，
中哦，在包里面啊，不爆了，怕了，算了，大家我免讲，就是这样。最近常常在我的频道推荐的东西，检查一下锅子，有可能一门就咬了，不能有任何闪失。来，我现在用热狗，这种东西就是这准备用的，你看我头前密密麻麻的，我来这里炒鱼啊啦，考验眼球能力。哦，咬了，太小只咬不下去了。来给你，来给你，我嘎的喝。直接拎过去吧，生命迹象。这边很多小虎来了，嘎别掉。来了不？啊，完全没掉呢。哦，来啊，落水咬，硬胶都袂掉呢。你看，安尼嘛真趣味啊。各位，我爱偷偷的味来内底，要过来底。我头前先改了，哦，偷完去先处理。袂歹，唔通钓，钓只钓死，这无嘛水，啊死！我把因到庭院的老榕树敲倒来。去外面钓换气好了。好，各位，我这边换面哦，我就来遮炖一锅换开的，吃了一个啊，来这来更加足准，啊，搁来足紧啊，也伊反射性摇耳，一起来你多一个鱼香香，咱离个边啊，伊敢会做回头甲你加一嘴无？这就真正多人品的啊，伊若唔加你搁吃较紧，你搁吃搁较准嘛，是讲无好。来哦，串一下哦，串一下开的。有一些是杂讯，是鱼虎的讯号。你电网鬼爱要看网鬼的讯号是怎样，有点难用形容的。这个都不是啊，都在外面看得到，吃不到。拿换铅笔，这卖是生干，唔知要生啥。啊，这里啊。也袂加，我来讲一下我今日去准备，原底准备这支是要来考有做障碍的，没有机会发挥。HR 今年最新出的多节怪物杆，五节的，我这支是想抽一些的版本，七四长曲，一尺四，然后这个一节都短短的怪物杆，想要叫怪物杆，怪物杆，我感觉这是咱台湾人盖刚好的名。虽然讲话出出来，伊拢会写一个 monster 嘛吼，怪物杆定义就是让你可炸炸出国去征战世界各地的怪物，是不？你变成怪物啦，加一个怪物当我你钓，号称。怪物杆的格啊，拢会这个作用。爽，我是有毛毛鱼，二点五号，花旗马拢有二点五号鸟，哇，对，也二点五号，蛮有信心的。不管是障碍区还是什么，你要钓毛龟，要远投，马是拢会上。这条街未加，我放屁啊！我来头前遐鱼虎欢乐爆迄个所在，沉寂了一个多小时，它现在应该已经回抹了吧？应该又可以开始炸了。虽然广东这家也无嘛，靠欢迎。来，新瓶装旧酒，一样的地方，我用不同的用铅笔。哦。哦，是嘎的啊！哇，一门就中啊！破钩了，小虎果然回抹了啦，凶，一门就崩。但是一细只吼，伊嘴口都薄诶，伊嘴都容易去我后头诶，伊发现怎样吧？哦，有东西跟过来，不咬下去，一直跟，一直看。这应该无房产的，就把搞来搞去，但是它命中率、投钩率就较高。哦，落水！我都还没开始扔就炸下去，有没有看到？
各位，我们准备换点了。换下一个点之前，先备上。蒙子了了，再把插。搞完丢，弄俗称搞完丢，粘的你满身都是。各位，换到下一个点了，这是一个咱困倒的所在。传说中的爱霞大大。还是我过，卖只害羞。哎、欸，等下你的任务就是靠一只粗的来滑落吧，没问题哈。对对，讲小块代志尔嘛。落来，再听落来。啊，落来我就吃死啊！两个老师来助攻，伊也歹防着嘛，是无好呢。啊，是不是啊，老师？对啊，这时候被杀了。各位，我就买一点肉山，赶快来一根 seven 啊！哦，钓鱼的高频单哦，钓到就直接吃掉。汗泡以后，我实在是做准备一个好看的，分享给大家看，我自己也可以做个纪念。较早钓鱼后，嘛无一摆啊，就是拢像安尼冲。不要吵，穷一耍来，然后暗跑。本集的事与愿违，一样一样，咖喱马包。这里有梦最美，希望香水。我来讲，这个人的黄兄弟一个啥？有梦上水，你想死。今麦冰啊，吃了啦，梦啊，吹了啦，会当喝再困啊，我不再困啊。今天影片就到这，谢谢各位收看，我是大人，我们下部影片见，拜。来啊，哇，终于来啊，哇，终于，哦吼。黑虎